大家好，这里是王舵鱼射箭频道。Codex 射箭新基地赞助播出。有了弓，有了撒放器，然后你也学会了做地环绳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开弓了。但是呢，弓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磅数，特别是像女孩子，她们会力气比较小，然后拉不动。你现在就可以通过这个画面了解到70磅对于女孩子来说是怎么样一个感觉，也有可能其实她们没有感觉，因为在她们的力气下面，70磅拉的时候是纹丝不动的。所以我们要把弓的磅数降下来。根据之前的视频，你可以知道这把弓其实是70磅到10磅这个非常巨大的可调空间。可调在于就是在弓把的大螺丝距离越大，它的磅数就会越小，因为弓片产生的弯曲度会比较少，所以它不会非常费力。这是一个调整之前的状态，这个螺丝的空间就比较窄。首先我们要明确，我们是希望上下它是同频的，也就是上面松多少下面就要松多少，所以在大螺丝上做一个标记，那上面拧一圈下面拧一圈，这样就可以尽量的保证上下的幅度是相同的。取一个内六角扳手，然后往外拧，松开螺丝，它就会磅数越来越低。在一定圈数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就像画面上这样。那希望你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学会如何调整弓的磅数大小，同时也一定要记住，在调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是尽量去找身边靠谱的箭馆，或者是你认识的调弓师来帮助你完成这个调弓的准备工作。那今天所有的内容就是这样，让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干嘛呀？不是大家好，你说吗？